炫的朋友，我是周正耀祖。嘿哟哟哟，这个是我的副导。哟哟哟哟，今天呢，就是我们爱豆又怎样十二月份的大挑战拍微电影的拍摄第一天，所有的人已经到齐，我们已经准备好要开始拍摄了。Katrin 的话就是我们的女主角。你每天都这样不显的咩？然后今天呢，我们其实有两个男主角，那就是我们传说中的窦浩彤。我们的摄影师去分镜一下 Melody，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战队。Hello， 就有我们的场记丽莹，来来来，嗨嗨。然后有我们的国俊，就是收音师大哥啦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再来就是我们的剪辑师，嗨，我是来打杂。他不是打杂，他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来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建良，然后我是会剪接，大概就是这样子啦。然后希望我们今天这个拍摄能够顺顺利利，开工大吉，耶、yeah!。各位 ，It's a wrap for today。Cut! It's a wrap for today。